这小心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证明你是错的。既然心中有恨，那么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将恨彻底的释放出来。还我股份！还我股份！上市公司看中的是股票，事情得不到平息，传到网上，就会导致股票大跌。到时候，董总就会着急了。我妈凭什么这么欺负你啊？你为什么还要帮她？